Jingjing 是加拿大纯素猫酒的创始人，纯素猫酒将税后利润的 50% 捐赠给猫狗救助事业，通过经销葡萄酒为救助猫狗提供资金支持，以商养善。Jingjing获得伦敦 CASS 商学院的硕士后职业生涯足迹遍布亚洲、欧洲和中东地区，早期致力于救助国内基地的流浪猫狗，从2021年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身边流浪猫狗的救助工作中，成为多伦多非盈利救助机构 SDC 的核心成员。到现在 SDC 已经救助了几百只流浪猫狗，改变了它们的命运。2022年8月，Jingjing又利用家里的空房子，在朋友的帮助下建立起毛小孩森林乐园，寄养被遗弃的流浪猫并帮助他们联系收养者，同时也开展临时寄养，寄养费用用于养护流浪猫。